我今天叫小猫帮帮忙，一会儿来一个神秘嘉宾。你可以呀、啊，来来来，这个头不得两米呀、啊？废什么话呀？来了。你好，听说最近要跟网友见面是吧？对对对，啊、就是想请你们帮我支支招。好说好说，咱就说啊，跟朋友见面肯定是第一印象最重要。对，嗯，咱这外形衣品都没问题，嗯，就是这个发型可能，对对对，差点意思，有点邋遢。没事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好吧？男士理发馆专为男士服务，这专业度一高，效果就不好整，我打死你！来，今儿咱给这小哥哥来个帅气不失气质、时尚不失稳重的发型。好的，放心，交给我们 GS 男士理发馆，等一下看效果。气质还挺到位的，咱们一会儿看效果。现在我们正好有一个198的套餐，里面包含染烫二选一、修面和剪发。这男生精致起来就没有女生什么事儿了，他做他的，咱吃咱的，这些都不要钱，闲着也闲着，就这环境，来给我拍几张照片。你这靠谱吗？怎么不靠谱啊？看效果。Young boss, young boss.